Hello，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今天的话是3月29号，礼拜一。好，明天的话礼拜二又要更新维修了。那在这边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这两个活动的话，明天更新之后就下架了，就不见了。好，所以各位朋友记得把这个军工凭证给它换一换哦。那换了之后呢，千万也不要忘记去转那个小马力啊。不要换一换，把这个军工凭证给它留着哦，因为小马力的话，它明天也会下架。就是这个幸运转盘。所以像我现在有10个我最好就给他现在转一转，不然的话明天就不见了。就算你有换这个军控凭证，你也无法再换了，无法再转了。好，还不错啊，还不错，有这个80级的贺岁兵甲宝盒可以玩，那可以来解说一次吧，解说一次的话比较实在。好，确定。这次打完后，我要去比武场那边有一位朋友就是上次有跟各位朋友就是分享，就是买了那个3万元军师账号那个朋友他把那个风水搞到33%了，那他想要测试一下到底现在可不可以一下把我秒杀。那现在的话就是让他先在比武场稍等哦，因为我现在的话我在打蟑螂，打蟑螂，因为这个蟑螂的话有功勋啊，对吼，也顺便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这个如果说你们像我一样就是把那个火油啊不小心给它换太多了记得也要换一换换成这个副本闪亮券，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火油就多出来了就没有用了。好，那我现在要去那个比武场了。功勋320，获得流星铁。比武场现在是6分流，那我待会要切换到1分流。不然的话到比武场里面就无法再切换分流了。这个是什么 debuff 啊？看一下好了，减弱降低武将技威力。OK，一个闪电的符号就是降低武将技威力。等一下，天哪！这个人太那个了吧，这个神灵太那个了吧？他问说火油哪里打的？这个人太夸张了哈，这个人太夸张了。这个火油的话，就是在那个副本攻略里面，跟杂货兑换商兑换的哈，用功勋或者是用那个技能点6万点来换。这个我艾希琳娜尔出现了，好的，他要电我了哈，弱水33%，看一下到底打起来有多痛。等一下我把小兵收起来，不然的话小兵会帮我报仇。好像还不错啊，好像还可以哈。我看一下，因为我没有仔细看，我把血给他补满，他说多少？2932，我问他武器现在多少了哈？武器现在加多少了？等一下，武器多少了？因为他有说啊，就是他花了大概4000多颗这个鬼斧石吧，充武器。那到最后还是用买的哈，因为自己充真的是不划算啊。问他哦，8跟11，天哪，怎么就变成8跟11？越点越退，越退后啊，8跟11啊，武器是，所以他这个账应该是46%跟47%哦。对啊，所以说，其实就算趴数，其实这个趴数也算蛮高，就算趴数很高，那加持不高情况下，其实弱水高的话，打起来的伤害还是蛮高的哈。我觉得我跟他讲一下我觉得比你单纯加持高还要漂亮。我觉得比你单纯加持高打的伤害还要漂亮。我跟他讲一下，等于因为有些朋友就单纯追求这个加持但是却没有去追求那个风属性，就是这个这个什么风，这个叫什么目标斩防。次防降低这些属性就是风属性的这个所以打出来伤就漂亮了。那他现在的话武器只有加8跟加11他说8的47%差没多少伤害，7709像他的话应该就没有风仙，所以打起来数字就没有特别高。2910 OK，所以鼓励他，我要鼓励他，就是你可以努力把风水给他搞到，你可以把风水搞到70%好了这样就很威了，这样就很威了。OK，要跟我打，好吧，那就来打。OK，我现在其实我已经时间没有好好玩了所以我现在比较没有手感那。打架来恢复手感，我觉得也不错。围攻 ，OK， 没有问题。那我要拿短兵吗？好，拿短兵 ，OK。接下来的话就是换这个绯云哨，绯云哨，
然后给它放真空加点穴，真空点穴 ，OK， 好，好，不知道他带什么兵呢？他待会放出来就知道了。好，哎呀，双脚兵啊，好，那稳赢的哈，稳赢的，消，哎呀，他小兵乱打人啊，好，小兵乱打人。好，欸，等一下，他应该是还没准备好，等他一下，等他一下，等他一下，他还没准备好，好，因为他没有打我啊，好，应该还在调整他的小兵，可能不小心放错字了。等，我先补个怒气，我要看一下今天是上个群专上市第几天哦，看一下，406天，好，406天了，时间真的过好快，好，我一年多时间在玩这个游戏啊。OK， 哦，他可能是把他的预算都拿去搞这个弱属性哈，风属性了，所以小兵就没有钱带比较好的。好，我要来喊了，消，等下补个真劲。OK， 哦，哇，挂了！天哪，我输了呢！欸，天哪，他竟然可以来得及放那个狂雷啊！天哪，我本来以为我会乐胜，说我刚刚还在挖鼻孔。天哪，那我动真格，我要拿弓，我觉得我拿弓的那个放必杀速度比较快。好 ，OK， 好，就这样子哈，拿弓，兵剑加落日。好，这次的话真的不能开玩笑了。等一下哦，好，在意哦，再跟他讲在意哦，好，不甘心哦，不甘心，在意。那跟他讲消，等一下哦，如果 我拿弓的话，必须要变寒当，不然的话伤害不高。OK， 再消，好，哦，不行啊，我不行，好吧，好输了，好服输，好服输，好。投降，好，我要来煮意大利面了，我要去煮意大利面，因为我小朋友，我老婆去接嘛，那他们等一下回来，我要煮意大利面给他们当晚餐了，煮意大利面的 ，OK， 好，各位朋友记得啊，好，记得就是这两个活动哦，给他换一换，然后小魔力给他转一转，好，然后火油的话也给他换一换，我看我现在换一换好了，不然的话到时候我就忘记了，好，换。不小心换完了，我想说还要留100个来换那个什么军工不征途说，好吧，那算了，换完就换完了。OK， 好，各位朋友就是记得要换一换哦，拜拜。